朋友，我每早晨咧都飲一杯咖啡，然後加咗一湯匙嘅呢個 Thai Protein Mix。呢個 Thai Protein Mix 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啦。我之前答應過你哋，我教你哋點樣做呢個 B 維他命補充品。呢個入邊就係有啦，佢係我哋嘅恩師薩爹西巴巴留落嚟嘅食譜。呢個 Thai Protein Mix 除咗有呢個蛋白質 protein。有呢個纖維 dietary fiber、iron、鐵，仲有呢個 B vitamins 啦，維他命 B， 佢能夠增強我哋嘅血、我哋嘅腦、我哋嘅肌肉同埋我哋嘅免疫系統。喺呢個疫情嚟到咁兇惡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揾最好嘅預防針、最好嘅藥，點解唔提升自己的免疫系統呢？其實這個 Thai Protein Mix 是建議給成長中的小朋友和父母食用的，因為裡面有這個 B Vitamins 是補充腦的。成長中的小朋友就是上學的小朋友，他們要去學堂吸收新的知識，明白新的知識，記那些知識，然後最終呢，考試的時候能夠將這些知識深化都聯合在一起作答案。這樣父母又怎樣受益呢？我們都知道在一生中最多壓力的時候就是做父母的時候。那些父母如果他們的腦細胞健康，他們的心情會平和，會靚嘅喎，佢哋可以好好地咁樣分析嗰啲問題，然後揾到答案嚟到打理佢哋嘅家庭。其實而家唔淨止父母嘅壓力大喎，這個疫情使到好多人嘅心情都係好低落，好似嗰啲失去工作㗎，或者係入息減低㗎，還有我哋呢啲困喺屋企㗎，我哋嘅心情係好唔愉快嘅。Thai Protein Mix 都能夠平復我們的心情，使我們的心情平和，那些壓力帶來的副作用能夠減低，令我們能夠好好地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。這個 Thai Protein Mix 對老人家也有好處的，我們知道我們年齡增長了，我們的腦細胞和我們的這個神經系統就是腦的一部分，那些功能慢慢退化了。那這個 B vitamins 我們知道是補充腦的，就會使到我們的腦健康，我們不會得到那些老人病，好像帕金森老人痴呆，或者我們的動作遲鈍了。這個 Thai Protein Mix 不是藥，我們不可以當它是藥，但是你長期服用呢，它的超越的功能你會感覺到。這個 B vitamins 是水溶性的東西，我們的身體是儲蓄不到這個 B vitamins， 它會跟著我們的汗尿眼淚或者是口水流失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每天補充它。這個 B vitamins如果你去西藥房賣或者是去上網賣，它的價錢是高五倍的，所以我希望你們學校在家裡做這個 Thai Protein Mix， 給你們的家人帶來很多利益，使到他們可以健健康康、快快樂樂地生活。它的做法是很容易的，我知道每個人都學得到的。依照這個食譜的份量，這裡這麼多的是夠一個人一個月出的食用的。現在我們來看看材料和做法了。食譜是叫我們將小麥豆綠豆垃圾豆洗乾淨，整乾起炒香了，然後打成粉的。我就直頭找那些粉裝了。頭一個就是小麥粉，小麥粉不是普通麵粉，千萬不要搞錯。其實這些材料你要去印度人的雜貨鋪找是最安全的。印度人的這個小麥粉是叫做 Atta， 如果是普通麵粉是另外一個名字叫 Maida。
食谱是需要到一杯的这个小麦粉，当然如果你找得到这些散装的是最好，因为还更加便宜。第二种的粉就是这个拉伊粉，都是一杯。这个拉伊没有这个中文名的，因为拉伊是印度同胞所通用的一种豆，它的色水是少少赤红色的。如果将它放在这个小麦粉边皮呢，你就看到了小麦粉是浅浅的黄色，这个拉伊粉呢就少少红色了。这个第三种粉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绿豆粉了，它就是绿豆做的啦。你看到这个纸袋啊，这里左手边的是绿豆，右手边是去了皮的绿豆，然后底下的呢它是打成粉的了。这个就是绿豆粉，这个绿豆粉我们需要到一又四分一杯。这个绿豆粉啊是我们很认识的味道之一啊，它的色水也都带黄色的。这三种粉啊我都用干净的镬头，很小的火，不停地搅拌去，要分别地将这三种粉炒香炒干去。炒粉的容易是将那些粉的那些生粉味道去了它，将它炒香还有可以杀下菌的。每一种粉都炒香了，将它放在一边等它凉一凉。亦都有用到半杯的芝麻和半杯的花生，我都是同样的用镬头咁样炒香去。你可以用激炉嘅，但是我觉得咁嘅方法咧，个色泽比较金黄啲，佢比较靓啲，又均匀啲。我哋亦都需要到五粒呢种叫做小豆蔻。呢、这个小豆蔻啊，系呢、这个磨出呢个壳啊，或者系个皮啊，我哋要去咗佢嘅，因为佢系好硬嘅。你如果放在攪拌機咧，你好艱難打碎佢嘅，所以我哋咧就將佢呢個皮掉咗佢，然後只攞去入邊嗰啲籽，嗰啲籽有啲係黑色，有啲係咁樣嘅朱古力色嘅。呢度就係五粒小豆蔻入邊嘅籽嘅份量啦，我就將佢用中冚咁樣中碎佢，因為佢亦都係好硬嘅。你的攪拌機除非是很利的那些刀，如果不是很艱難打碎它的，這樣呢我呢就有中冚，我就利用中碎它了。我們要中到它這麼碎的，如果不是它會有渣的。中好了的小豆蔻啊，它散發出一種很強的那些小豆蔻的味啊。嗱，呢啲各半杯嘅花生啊、芝麻啊，全部都要打碎嘅，但系又唔好打太耐喎，佢会出油噶。然后呢、这个芝麻碎入边，我亦都加咗入去呢个小豆蔻碎啦。朋友需要到嘅系一杯嘅糖，我系用呢个黄糖一杯，最尾系一茶匙嘅姜粉。我而家又將嗰啲材料分開放入呢個鍋頭入邊，溝勻佢啦。呢個粉啊，你等佢涼一涼咗，收喺乾淨嘅樽入邊，你可以收到兩個月噶。食譜係建議俾細蚊仔早晚兩次，每次兩茶匙放喺佢哋嘅熱飲品。其實唔需要淨係放喺熱飲品嘅，你放可以放喺炒菜啊，或者做雞啊，或者做糕點嘅入邊嘅。呢、这個粉係好香噶。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可以自己做到 Side Protein Mix。